我们游览了这个阿西里西，也来到了至今洞。其实我发现哈，身为台湾青年，我们过去对大陆的了解很少很少，那台湾的主流媒体是没有这些信息的。那其实来到大陆之后，发现很多的大好的河山，很好的风光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来之前真的不知道。那我鼓励很多的台湾青年，首先都该来看看，世界那么大，大家都想去看看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自己家呢必须要熟悉。我们在这个游览这个过程，你会发现其实祖国大陆有好多好多的宝藏。我觉得青年人呢必须要来到这样的地方，远离一些城市喧嚣，有时候登高望远，自己的格局会更大，就更能够把什么，更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民族国家发展这样的胸怀放到自己心上。